六七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一米六六，一米九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王梦同志，我们王梦同志，我们女篮住哪儿啊？找你们队长，已经准备好了。老孟，哎，等一等，项链没有带怎么办？哎，你看，不知道。这个，哎呀，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怎么今天才来啊？人家西南不放啊，胖了，工作怎么样啊？我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干。一个人来的？哎。嗯，还是过光杆生活。老孟，老孟，好好好，就来就来就来。哎，我去安排一下就来啊。你忙你的去。哎，行李呢？在传达室。我叫人给你搬俩。行。等着，来来来。你看这个怎么？真正的泸州大曲给你买的。哎呀，我都准备戒酒了。喝完再戒嘛。好像咱们指导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看见是咱们指导来了，都指导房间去了。这间屋子溜了几天了，就等你来住啊。该结婚了，再不结婚呢，就要妨害工作了。这些女孩子是不是会欢迎我？这些女孩子不好带，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。方队长，方队长，方队长，来来，球场上集合，你们球队的指导来了。哎，方队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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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下去啊！啊，看样子他们很欢迎你。对女孩子，你不能像在部队里对小伙子那样打少林拳呢。女孩子，肠子细，得打太极拳。大家都知道，田振华同志是个老运动员了。他这次是从西南军区复员到上海来的。他是一个有十几年教练篮球经验的指导。哦，对了，不过教女子队没经验。应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教女孩子。离开全国比赛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，从今天起你们大家要好好的跟着田指导锻炼，不要调皮捣蛋呢。啊，你谈了。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。我也不会说什么，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。朱爱平。哟，队长。啊，汪爱忠。到。唐世宝。哟，徐真真。到。王思妹。到。李秀清。到。宋敏章。到。杨素琴。到。陈志芳。哟。曹小弟。哟，你是哪个球队的？第三女中校队。林。林小杰。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，还没有来报到。啊。林小杰，一米七，七十八。走吧。小杰。
这是我们新来的田指导。田指导，这东西放在哪儿啊？哎，跟我来。走吧。走了。他是西南非常有名的篮球指导。哦，条件很好。哎，你帮他整理整理行李啊，我下去了。小唐，来，把手风琴拿开。还带这么多书呢，我看你怎么问吧。我看要是你妈知道了你又来打球啊，哼，怎么办？妈，妈才不像你呢，老是这么唠唠叨叨没个完。人家不早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打完球还是要去考大学的。喏，苏州的糖。哎，糖水请吃糖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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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个糖水真好吃啊！这谁干的呀？哦，对不起，是我。哎呀，你放着。这我的铺。什么？我的铺。你的？当然是我的了。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。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。我怕热，我要睡这儿。你怕热，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刚来就吵架多不好啊。又不是我跟他吵。哦，那还是我跟你吵的。别说了，我把我上铺让给你好不好？干嘛？你看你不是怕热吗？窗子一打开上面可凉快了。小弟，哎，来帮个忙。哎，睡哪儿还不是一样，我放对了。小林，是你不好，我走了，这个队算交给你了。哎，我还要赶到工人队去，我带那儿的指导。好，哎，什么时候咱们练习练习，跟你们干一场？好啊，日子定了通知我好了。行，哎，走了走了。学龄队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从小就喜欢运动啊？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，现在是学联队的队长。你家里有打篮球的？我家里啊，就反对我打球。知道。没用的，快拿开啊！
那儿啊。阿正，快！姑娘们，你们辛苦了，皇上请你们干杯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四妹，四妹，来，来，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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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快点吧，快点吧，同志们。知道，怎么样？太谢谢你们了。哎，这谁的呀？谁的呀？我的。你的？嗯。你干嘛？洗衣裳。我知道是洗衣服用，你自己洗。哦，你们不自己洗啊？你是男人呀。多少年习惯了，有空我就自己洗。天知道。那你的家呢？家，这就是我的家。耶，知道你还没结婚呢，我得小罐子干什么？什么人几万岁，人家不能得意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多好玩！知道，你还玩这个？这是我们上海队，我们向南进攻。以后我们好好的玩玩这个。哎，你们看像不像小林？哎，像。哎，像。知道，嗯，你就这一个啊？怎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吃饭了。同志们好，指导好。报告，全队十二名都到齐了。有两个迟到的，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。少奇，为了参加全国比赛，锻炼要加紧一些。头一个阶段，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。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的。你们俩体力怎么样？报告指导，很好。你呢？还可以。休息会儿啊。真正走。
这么凶，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。不要喝水。不够口，就喝一点儿，不行吗？光顾喝的时候痛快，心脏负担不了。要求那么不严格，还想当运动健将、国家选手？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。哎，别坐球上。知道。嗯。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。哎，男女平等啊！呵，谁像你呀、啊？像牛似的。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，可以减少，水绝对不能喝，这男女没什么区别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吧？林小吉，你的信呢？有事，你等一等啊。这花你每天晚上都拿到阳台上去吗？我每天晚上都拿出去。你盆里水都没了。你也喜欢兰花？我妈妈喜欢。让这底盆里的水干掉，兰花的根是甜的，蚂蚁要吃。哦，知道。嗯。找你有点事，我想到苏州去一次。干嘛？叫你来信，不让我在这儿打球。为什么？我今年暑假要考大学，妈叫我回苏州温课。你没跟家里说吗？这次集训是为了参加全国比赛。说了也没用，他就反对我打球。啊，你的条件倒不错。昨天你们队长说，学校里预备保送你到体育学院去。那我是不喜欢去的。不喜欢？打球我是喜欢的，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，让我一辈子搞体育，我不干。哦，那为什么？我又不是功课不好，考不上别的大学。怎么，考体育学院的都是功课不好的学生？体育学院嘛，蹦蹦跳跳打打球，功课好不好不要紧啊。谁告诉你的？人家都这么说的。你妈妈不同意，你爸爸呢？不要提起我爸爸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怎么样？你回去吧，反正你也了解这次比赛的意义，你回去跟妈妈好好商量商量。那我中午就走。妈妈喜欢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五号，林小杰，难道会是他的女儿吗？没上场了。
什么呀？等我开了灯再上来吧。你看，刚下火车。嗯。苏州带来的。嗯。又摔了一跤啊？你这是第三次了。大白天的又睡觉。大白天没事干，不睡觉。说真的，看球的观众会不会相信你们这样的名球员就住这么个地方？名球员，在你爸爸眼里啊，我们也不过是他花钱囤的一批货呀。又喝酒了？嗯，我来把它放在窗户上，可以吃点露水。到苏州去怎么样？我决定不跟爸爸到汉口去了。那你？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，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，也可以跟你在一起。是打得非常好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。他叫我们输。
今天的球打真痛快啊！要动手术，伤得很重，你到总务科去付钱办手续吧。医生，钱能不能缓一缓？这个我管不着。先收着这一些，等开刀以后再想办法。他伤得很重啊。这是动手术的志愿书，如有意外，与本院无关。要家属签字。哎，要直系亲属。我是他妻子。是他自己的意思。是的。这是500块钱，是从他自己的嫁妆费里头抽出来帮助你的。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困难。交给林姐，我不愿意耽误她的前程。最珍贵的信退还了给我。知道。嗯。啊。我走了，明天早车赶回来。哎。我走了。好。哎。哎，你车钱够吗？够了。
再见。这一次集中训练跟过去打球可不一样啊。这次啊，我们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，在北京选拔国家选手。要是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啊，那还能出国去呢。那你就不准备考大学了？当然准备考的。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要保送你上体育学院吗？那我也没同意。没同意就好，那就抓紧时间好好温课吧。啊，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回去跟田指导商量商量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哦，妈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队里呀来了个新指导，他人可好了呢。今天还是他劝我回来的。他劝你回来的？嗯。他姓什么？妈，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？他姓田。姓田？嗯。多大年纪了？他说他40岁，看样子不像40。劝你回来的，他叫什么？他叫田振华。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。妈，你总是不放心我，老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呢。其实啊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看看饭烧好了没有。他叫田振华，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。18年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你受了伤之后，为什么你什么也没有说，就离开我？为什么突然把戒指还给我？他在医院里头欠的钱，我都替他付清了。你总算是对得起他了。可是这个人，我就看不出他对你有什么感情。一个打球的还懂得什么情义，下流。爸爸说的话听见了没有？明天就要走了，不许出去。哎哎，老婆，您让他去跑一趟吧。Thank you.
父亲逼着我上汉口，你又走了。我管你吃，管你穿，管你住，你管我上哪儿去干嘛呢？怎么，又在想那个打球的了？也是个运动员，让我看看。不，不要看了，都是些过去的事情。妈，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讲过呢？我觉得我应该听妈的话，一定要考上一个正规的大学。他还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哦，他叫我问你好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知道，我去一下。你不给我写信，也不给我电话，你到底准备考不考大学了？谁跟你说我不准备考大学的？看你就不像要考的样子。哦，看样子看得出来的。喏，这是大学的报名单，这是我给你选了温课的书和我的笔记，主要的都做了记号了，重要的还画了红线，特别重要的还圈了红圈。哎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我看见了，我一定抽时间看。星期天是我的生日，我都不出席，在家温课。你生日？哎呀，我都忘了。那你们休息了。做什么？上我们家过生日。
妈，排骨里多放点糖啊。知道了，今天让你把头都给炒昏了。哎，醋少放点。知道了，我把球啊给你，你就别管我了。你呀、啊、传给王四妹，自己就往里头插。四妹，你再把球回给队长，队长就上。这时候啊，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，是吧？这时候我在哪儿呢？我就在这儿。哎，珍珍，别忘了给我掩护啊！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，我就这么一伸手，啪，好球！你又是这一下。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、啊。对对对，应该找机会让小玲投篮。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，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。哎，防守你不用担心。怎么不担心？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，总是三吃二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。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。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，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，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。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，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。对对对，他投篮信心是在的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们上去吧，咱们请指导谈谈吧。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比赛，主要是锻炼战术意识。我们的队在防守上比较差，所以应该在防守上多锻炼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这个星期天先出场的阵容：中锋朱爱平，右卫汤世宝，真正打左卫，右锋王四妹，左锋王爱忠。其他队员做准备。好，现在我们布置下战术。我就是林小杰。嗯，我们晚上是不是比赛还不知道呢？嗯，嗯，我还是不来了吧。你看你的生日你不来，这怎么行呢？今天我妈妈亲自做了很多菜，我爸爸妈妈都想见见你呢，欢迎你来。你爸爸可没说要见他啊，今天晚上饭也不来吃。啊啊啊啊，就是要再求也还早呢，要7点半钟嘛，来得及啊。好吧。咱们早点出发，去熟悉熟悉场子，大家快点准备好啊。好。小林到现在还不回来呀、啊、你说他准是又去会他那小爱人去了。他跟我说的，他今天下午不出去的呀。他骗你的，你一天到晚老缠着他，
他不甩掉你，怎么去会男朋友？小莎，哎，小林恐怕要晚到了。小林怎么搞的？这么随随便便的。那个姓陶的电话我也不知道。走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小林上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今年上半年我看你打过球。喏，跑凯带我去的，打得真好。哎，那么高那么小的圈圈，怎么一个一个丢得那么准呢？跟人家杂技团一样，真有功夫。妈，运动跟杂技不一样，运动啊，对增进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意义。那你妈从来也不运动，身体不也挺结实？快快！小林还没来。上哪去了？不知道。请假没有？没有。上车。上车。吃啊吃啊！别客气嘛，吃。去比赛啊？怎么他们已经去了？走了一个多钟头了。哎，你还不赶快去呢？我去拿东西。知道。小丽，来。知道，小林来了。知道。小林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快换衣服，活动活动啊！田指导生气了。指导，下半身让小林上吧。不必要。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、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，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。上场吧。
叫小林，这球准进。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不行不行，哎，怎么搞的？哎，哎，要命，这要命，怎么这个球传不进去？去去去去，快去，快上。十二号上，九号下。找什么？田指导也太凶了！哎，他做的太好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输。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，那怎么行呢？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。严重是严重，迟到应该到回来。这田指导也太凶了，那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？是啊，他来了嘛，就应该让他上。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这么说呀。别吵，别吵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你们想想看，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，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？是迟到，是缺席，是不遵守纪律？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。小林，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你倒说嘛，小林，你说。我到陶凯家去了，昨天是我生日。就是过生日吧，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。就是啊，我留过纸条的，条子呢，在哪儿？唐世宝。错了就错了，这也没什么，思想上认识就行了。我想，反正不是我先上场。哎，那怎么是你先上场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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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，我说。我觉得小林是思想问题，打头起他就不重视体育运动，总是想着考大学。你们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你们说我不重视体育运动，我不承认。
我考大学功课也没温，妈妈也在怪我，你们还，我不干了，我走好了。小丽，不干了，你要走，你走了。可是我永远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子，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前，她离开了队伍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同志们批评了她，是为了没有让她先上场。难道说在作战的时候，只有第一线的战士在作战？难道说后备队可以随便离开队伍？当然，我昨天的态度是生硬了一些。可是我总在想，一个运动员还有什么比他将要面临一场比赛更重要、更神圣的？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运动员，他曾经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，当时外国人都嘲笑他，说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也来参加运动会，新闻记者也要他脱衣裳光了膀子给拍照。当时他不明白，现在明白，这不是侮辱他个人，是侮辱我们的国家，侮辱我们的民族。后来这运动员呢？后来他为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个冠军，可是当时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个。他为了生活给老板收买了去打球做广告，他像马戏团里的畜生一样。现在这个运动员在哪儿？现在他在一个女子篮球队里当指导，工作搞得很没有成绩。你们这一代不同，幸福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身边，可是你们有人并不感受这个幸福的可贵，你们有时候也不大珍惜今天国家给予一个运动员的荣誉。小丽，thank you.
爷的女儿小姐，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，可是她得不到鼓励和支持。她告诉我，她的母亲反对她打球。是真的吗？我奇怪。多少年不见了，你生活得怎么样？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。我很希望能跟你见到面。今天晚上先出场的阵容是中锋朱爱萍，右卫唐世宝，左卫李秀清，右锋陈志芳，啊，左锋是林小杰。医生说，得休养三个月。三个月？那小林不是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北京去了？上北京呢，连考大学都耽误了。田先生，小林为了打球，考大学也耽误了。你们现在还要叫医生给他动手术，让他提早出院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跑开。田先生，我不是说体育工作不重要，我是个学工的，走向社会主义学工业，工业就学工程师。小林，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，可他现在呢，每天是蹦蹦跳跳打球浪费时间。那很坦白的讲，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关系呢？陶凯同志，你是个学工的，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工业而感到难过。那么一个体育工作者，听到人家说中国是个体育落后的国家，他一定会痛苦的。几年前，我有一个机会，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，在运动场上看见升起了苏联的、美国的、英国的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国旗。作为一个老运动员，一个中国人，看不见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，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痛苦的。我在想，如果你们在世界运动会上看见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，奏起了我们的国歌，那么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面里，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，一定会感觉到光荣，你们会感到我们的祖国是那么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，一定会热爱那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。可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，
只是蹦蹦跳跳、对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作。对不起，刚才我激动了一些。妈，怎么样？不要紧。哦，妈，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田指导，这是我妈。给你的信收到了。嗯，我本来也想来找你，为了小林。小林，你为什么不同意打高体育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打球呢？是，你们家上一代就瞧不起运动员。为什么还不结婚？你当初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是我给你的。为什么？不是你父亲说你要结婚了吗？我才把它还给你。要不要动手术？让他母亲决定吧。林伯母，你决定吧。我一定替你去办。送一件礼物。这张照片，那天你忘了拿去了。送给你。
你要说什么？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种感情，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个父亲那该多好。谁来了？腿不好，你就睡下铺吧。你的球衣。我怎么会？别再难受了。事情已经过去了。绿色的田野，金色的河流，到处都飞扬着欢乐。这些日子
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见面。那天，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。这些天，我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。你的女儿小杰现在在我的身边，你一定在关心她的伤。告诉我，她已经快可以参加比赛了。她是多么顽强的女孩子，她一定会比我们强。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。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月才能回来，我希望能在出国之前能见着你一面。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，安排一下我们的未来。我妈买给你路上吃的。
也给你。里面有一封长信，你上了飞机再看吧。嗯，我们不久就会回来。不管多久，我等着你们。